终于来一单了，看一下，这单还不小，32块，出发接单去。手机放这里会不会人坏了怎么样？手机坏了就麻烦喽，也不懂拍这段视频能不能看得到，实在不行就凑合着看吧。反正手机也吃完了，相机也吃完了，水水也吃完了，那裤腿也吃了，我这个鱼都顶不住啊，有点湿了一锅，有点难收收的。我说这个手机啊，没有那个防水的，等我也看一下去找个防水带下去嘛，不然的话跑了一单手机泡废了那就亏大了。应该就在这附近的吧，还没到，还远着呢，还100多米。啥呀？啥意思呀？来到这里的订单取消了？真是无语了呀！你有一个新订单需配送。哎呀，真的是无语了，涨了32块，你看来到这里了，他给我取消了，然后又派了一单17.9块，哎呦，真的是服了，这什么情况嘛？这个，而且还没有补贴，你看我跑了几公里，淋着雨几公里过来。然后这里又好端端的就给我取消了，一分钱都得不到，这个就有点坑了，这个真的。哎，差了一个，少就少一点吧，先把这个跑了。派单过来是不能取消的，而且他这个也不能关了，那个派单的。刚刚也接了一单，到那个海吉星了，然后他要48小时核酸，我们有48小时核酸也进不去，那个也是26块钱。也不行，哎呀，这个也是，都来到门口了，但是这个取消了，不懂是不是因为等得太久了，因为我过来也不到10分钟嘛，也几分钟而已，也不是很久等的，没办法啊，这个东西，咱们说了不算对吧？我觉得这种取消的，应该最少都要那个什么，补一点钱吧，应该我觉得，不然的话真的是白跑了，你看白跑过来这么远。是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？来个安慰奖几块钱，那也是啊，对吧？这个会不会就在那里又给我取消了呀？如果这个过去再取消的话，真的是有点发狂了哦。这个电池好像差不多了，等会拿了货看一下附近有没有电瓶，我去换个电瓶就行了。在里面这里吗？是不是在里面哦？哦，对，32层，在这里，哪栋啊？就从后面进去的呀。这种它应该从后门上去的吧？2号楼 B 单元，看一下是 B 单元吗？啊，对，就这里，805。本栋使用号码隐私保护服务，请正确使用标准话术。喂。你好，闪送的，我到楼下了。哦，开不了门吗？啊，对，没人下来，那你是能拿下来吗？还是可以。嗯，好的，等我一下吧。哎，好，我在门口等你啊，就这样。嗯，拜拜。哎，有人来了，老板来了，老板。哎，好，给你开了。哎呦，我谢谢。喂。你好，你不用下来，我上来了，有人开门了。好。嗯，好。八零五在哪里啊？有人命我啊！805知道。你好，闪送的。就这个是吧？嗯。你们没有呼吸装吗？这个。哎呦，我下面有个袋子。哦。多少那个？4799。
四七九十。哎，不对啊。这是。四七九九。七吗？不是一。对啊，不对呢。嗯。四七九九不对啊。是啊。嗯，我怎么不对的？四七九九。哦，可以。嗯。好的啊，嗯。放里面吧，应该会好的。这样子，看看会不会湿啊？我拿这个毛巾给它盖一下，尽量不让它湿。湿了这真的是麻烦大了。反正就这样子，它都是比较远嘛，所以它那个送单的时间就比较宽松一点，不用那么着急忙慌的赶。这个就是我喜欢跑闪送的一个原因，所以我就不喜欢太赶了。每次我送单大多时间都是在车上，只是开着车，就这个下雨天有点难收收啊。今天我是把毛衣穿上了，里面穿了件毛衣，看到没有，然后套一件雨衣在外边，说这个雨衣有点短，你看我这个裤脚它都搂不住。